在紅磡呢個舊社區有一個大型的重建項目，它有幾個期數已經收了樓嘅。我哋今日看它最新的期數叫 Heaven， 430呎做到三房，很誇張。我哋入去見識一下呢個三房的户型的設計，我自己幾中意，因為它做的嘢就比較均稱啊，女士廳嚟嘅幾時正嘅。如果我自己做，會在呢度安排張吧台，咁、那個吧台可以作為廚房的部分空間或者工作台咯。咁、那個廚房都市正嘅，夠曬台面嘅，都係用明火，然後有個蒸焗爐，我覺得接受到嘅，同埋個雪櫃都幾大啦。如果呢度做攤台，咁呢邊就做客廳咁咯，電視擺嗰邊，梳化擺呢邊。咁用托門嘅呢、這個露台，以400多呎嚟講，我覺得接受到 OK 嘅，唔會太大又唔會太細。浴室嚟講，我覺得都係相當企理，長形咁排過嚟就洗手盆坐廁同埋一個淋浴區，活動到企理實用。正嘅，呢間睡房就大少少俾主人用嘅。咁張床擺完之後，呢邊擺衣櫃啦，咁 OK 嘅，都夠曬實用。睇下兩間細少少嘅房，有個大角窗，咁就2米×2米，然後呢邊仲有一個細少少嘅衣櫃位可以俾你做 ，OK 嘅，幾十派嘅。然後另外一邊細少少房咧，然後有個衣櫃位 OK 嘅。似呢啲單位現時發展商賣咧，最平咧大概係79。中層嗰啲大概800萬左右，你覺得呢啲單位值唔值得投資？歡迎留言話知，拜拜。